Hello，大家好，午餐时间，我们来跟进这只云定云顶它现在的价钱是三点八二，暂时呢上上去了三点八零，算是不错的。它的下个主力线肯定就是这个筹码主力线的支色线三点九五，更高这边呢有太多的主力线跟这个套牢盘。 短期里面它是很难突破上去的，我认为呢，很大机会呢就会在三点九五之前呢就会又吞回来，又吞回来之后呢，就看了那时候它会不会形成这个第二只脚还要如果它真的是形成第二只脚还要落啊，你可以考虑进场的，因为它已经是有两只脚了，但是这个肯定也是要有着猴顶把握的，还要等很久，因为呢。 要站上去这4，这些四块钱的这个超老盘呢，是在太大了了，起码我觉得要都要一两个月吧。而且呢，它的这个业绩也快要出了。如果你不记得，就等它业绩出了之后再看一下怎么样。论如何，现在才算是止跌，形势是不错的，继续观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在评论区打上一给我知道。当然，请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鼓励我，谢谢大家。